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猎奇的极客鞋谈》。今天呢，在球场给大家拍点不一样的。像我看了一下我最近测的几个鞋款啊，其实都离不开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碳板，另外一个就是超临界发泡。就好像如果离开了这两个东西啊，很多品牌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军备竞赛的大环境下生存一样，实在是吃了太多荤的了。那今天就给大家来点素的。相信很多朋友听到素这个形容，就应该能猜到啊，是亚瑟士的鞋款。像胶 Hoop 和胶 Burst 这两个系列，其实是已经常年霸榜我们的年度前十，而且在小程序里面打分的会员还特别多那种，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两个已经看腻的系列暗箱操作给踢出去。没关系，今天给大家看点不一样的。这一款是我从日本海淘回来的，叫做 Ampre Aris 的鞋款。当然这个词语是我随便念的，就是我实在是搞不懂它到底是怎么念，也或者是什么样的缩写，实在是查不出来。这款鞋子大陆应该是很少能买到的，所以我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把它从日本那边海淘回来。那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哪怕过了十几天大家也没有办法穿上它，所以我就非常耐心的慢慢等。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穿这个比较少见的亚瑟士款式一个星期的整体感受。先来带你们看一下这款长得丑萌丑萌的篮球鞋的外观亮点。最大的亮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外侧的防侧翻设计了，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块啊。平时正常的鞋子基本上都分为前后掌两个部分，中间的话一般都是向内收的，放个 TPU 托盘啊，或者是碳板之类的结构，但这一次直接在中间部分加了一个非常大的防侧翻加宽，并且它已经是整个外底最宽的点。接下来跟你们看一下整个鞋面。首先是鞋头部分有一个热压的加固，可以保护我们的脚趾头。再往上面一点呢，整个鞋带系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完全没有采用动态飞线的设计，就是一个固定死的鞋带口。当然它在鞋面需要弯折的地方做出了很多凹槽，这一点呢算是一个比较细节的设计，可以在我们的脚进行弯折的时候让鞋面变得更加灵活。再往后面一点看，就是它的亚瑟士 logo。 这个 logo 呢，其实仔细看的话并不是特别简单，上面有一些横线以及点状的设计，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那些摩斯电码，就是想传达某些暗号之类的。最后呢，我们还能看到像鞋舌顶部啊以及后跟的位置都有皮质的加成，这个可以让整双鞋子稍微再增加那么一点点质感，别的就吹不下去了，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鞋面的其余部分，不论你怎么研究，你都很难相信这是一款跟 Gel Burst 25高帮这个旗舰款是相同价位的鞋子。比如说鞋身内侧前掌和后跟这两个鞋面之间的拼接处，我觉得是非常生硬的，我觉得应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方式让它融合在一起。再比如说后跟内衬的形状其实非常普通，但是好就好在它摸起来的质感也算是挺舒服，整个后跟其实有一点点像是一个半掌内靴的设计，只不过它是外面有一层鞋面给缝死起来。中底方面找了一整圈都没有发现它的科技名字啊，也没有什么叫啊或者是 flight form 之类的字样，所以很大概率它就是非常普通的 EVA 泡棉。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鞋垫，这个鞋垫就非常普通了，什么特别的加成都没有，连我们觉得最经典的透气的设计啊都是完全没有的，一个透气孔都没有，所以这个鞋子在中底配置方面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敷衍，外底感觉还稍微有一点点意思啊。比如说它前掌有一个非常大的 X 型凹槽，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为了增加我们，比如说鞋子你看这样子去弯折，或者是这样子去弯折，对，让前掌更加灵活。其余的纹路基本上都是由比较复杂的网格状纹路啊构成的。整个外底橡胶呢也采用的是 non marking 的大底，这个亚瑟士估计是不会忘的。外观上面真的没有太多可以扯的，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颜值怎么样，可以打个分数看一下。接下来就把画面留给鞋子啊。这款鞋子一穿进去之后，哎，又是非常舒适的鞋楦，说白了就是你们穿进去之后会觉得它里面的空间不会很奇怪，不会有哪里歪了或者是哪里特别挤脚之类的。拉紧前掌之后呢，会发现其实前掌的空间对于我这种瘦脚来说是很足够很充足的，无论是前后还是上下的空间都是比较富余的，这一点在我实战的时候不会带来任何困扰的同时，我觉得应该是很适合宽脚的朋友去尝试的。因为除了上面的空间非常足够以外，在外侧也并没有很明显的橡胶上翻或者是 TPU 之类的，中间因为没有动态飞线了，所以鞋带只能一个个去调整，但是拉紧之后呢锁定感是很强的，你看就只能
一个个去调整。贴合感的话，在前面半圈是非常强的，后面的话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于低帮鞋啊，并不会很影响灵活性。虽然它的内衬看起来非常普通，但实际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你们看我绑紧鞋带之后是完全没有办法把鞋子脱下来的，这一点其实已经能够证明它在后跟的锁定感是足够 OK 的。哪怕是拉紧鞋带啊，它的足弓支撑部分呢也是一般般，至少我正常足弓没有感觉到有很明显的支撑。虽然它的鞋垫其实是有一点点上翻的，但是呢它无论是中底泡棉还是鞋面部分都没有额外的加成，所以这一点如果高足弓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空。生活怎么可能那么顺顺利利？原本在球场拍了两遍视频，结果回家之后发现第一遍因为有学生在打球太吵了用不了，第二遍呢对焦又太精彩根本没法看，所以最后就带大家回到我这个温暖的小房间，大家聚在一起看一下，接着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鞋子的剩下的性能。刚刚说完鞋面表现，包裹中规中矩，但是完全不需要磨合，即插即用。整个鞋面虽然看起来是织物的面料，但实际上它的强度是很足够的，你们听一下，敲起来其实是比较硬挺的，前掌的支撑可能稍微还薄弱一点，但是中间有一个大面积 TPU 的上翻，这就让鞋面支撑非常过关。但是呢，虽然鞋子的支撑性是过关，但是只要我的漂线够拉宽，那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打半场的时候又试过摁错技能，无端端来了个欧洲步，鞋面的支撑是非常 OK， 我可以很大力去蹬地，对手也非常配合我的演出，缩成了一个200斤的瘦子，结果一个空篮不进之后，我再抢到进攻篮板，再补篮又不进。你们可以看到我错失了两个进攻机会之后表情是非常沮丧的，但是你们没有看到的是在画面之外的我的两个队友啊，更加是无语，算了不提了。中底的配置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他的表现确实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实际打球的时候启动不脱他，落地不正脚，打球没有存在感，这就是一双篮球鞋最恰到好处的脚感。他没有胶 hoop 这么极致贴地，他甚至比胶 burst 也要舒服一点，比较接近我之前尝试过的 nova 系列，只不过这双鞋子我觉得它的中底会更加贴地一点点。说到这里我应该放一些实战的慢动作素材来跟大家展示一下，但是我必须又先感慨一下，穿它已经打了好几场球，但是状态最满或者说态度最认真的那一场，手机摆在那里一个多小时，打得酣畅淋漓下来之后发现哇居然是黑屏的，但这也没所谓，至少我把别人的高光时刻给记录下来了。大步突破之后面对补防，我起跳前的心理想法是我要跳起来用腰顶他一下然后再打板上篮，结果实际跳起来之后身体做出的反应是我躲，结果躲了前面没躲，后面还是被盖了，盖完之后我再次沮丧，但是我的朋友相当兴奋，连忙给年轻人鼓掌加点赞。算了不说了，抗扭方面倒是非常过关啊，虽然我绕了一整圈都没有看到外面有什么硬质的 TPU 啊之类的，但是用事实来说话，前掌在我们弯折的时候非常好的引导在了一个很合适的位置，并且它这个弯折点也没有受鞋底这个 X 型凹槽的影响，能够感受到它的中底应该有一片面积非常可观的抗扭片，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一个什么形状或者是什么大小，甚至它到底有没有我都不敢确定，但能确定的是它目前还是有非常好的抗扭效果在的。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安全感，脚踝方面呢不算是高帮啊，算是一个中低帮的设计，绑紧鞋带之后脚踝那一圈的锁定感还是挺不错的，中间这个防侧翻的设计说实话在打球的时候我完全是没有注意到它的，只有当我在录一些静态素材的时候才会觉得我的脚在模拟侧翻的时候中间多了一个支撑点，这跟平时的球鞋稍微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在我做侧翻的时候脚踝的角度会发生改变，暂且不确定这一点到底是好是坏或者是什么非常重大的突破，但目前初体验这几场我觉得至少它的水平是在中上以上的，这么大的一个防侧翻脚放在一个那么奇怪的位置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横移脚步，更准确来说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防守，更真实的说它会不会让我们多一个不防守的借口，但仔细去感受就会发现我们在做横移防守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前掌的部分在接触地板或者是前掌内侧去蹭地板，可能我的脚步不是最专业的，但是这个延伸出来的防侧翻脚真的很难有机会去蹭到地板去卡到我们的脚，所以这双鞋子很遗憾没有办法成为你们不防守的借口。最后就是它的外底表现了，别的先不说，我觉得它的外底真的是非常给力，依旧是那股亚瑟士的味道，如果我们去一个未知材质的场地去打球的话那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外底跟地板摩擦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美妙，你们可以戴耳机感受一下。
实际打球的时候做急停跳投肯定是没有问题，或者是从监控里面看一下我去跟朋友单挑的画面，一通非常花里胡哨的原地运球，无效运球啊，最后也没有把对手给过掉，但是还是能感觉到鞋子的抓地非常干脆，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感觉。他的抓地力再加上整个中底的反馈，让我在打球的时候突破第一步啊是比较快的，至少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快的。但是关于这个外底还有两个小小的疑问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 X 型的实际效果，可能是我的脚没有那么敏感，或者是我的打法不太契合，其实我是没有怎么感觉到这个 X 型切槽给我带来的加成的。更加不确定的是，对于我这种直线打法的人来说，把这个 X 换成一字形说不定来得更直接一点。第二点是，我原本以为这个外底会让旋转，就比如说转身之类的一些动作会没有那么流畅，但实际上我感觉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转起身来还是比较灵活。最后一点就是整个鞋子的耐磨似乎啊没有那么好，打了几场室内之后啊，部分区域的最小的纹路就已经被磨掉了，这个如果放到外场去实战可能就够呛了。最后你们可以猜一下这双鞋子有多重啊，看起来是不是好像不是特别轻质，单只44码的重量是432克，确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啊，不会特别轻也不会特别重。 OK， 这就是这双比较特别比较冷门的亚瑟士鞋款的全部体验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优点的话就也非常明显，穿搭打球完全不需要磨合，随时随地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第二个就是脚型的适配性是很高的，宽脚窄脚都能够满足。第三点呢，就是它有着还算可以的脚感啊，内外线都是能够兼顾的，并不会说偏向哪一种风格。缺点的话也很明显，首先第一点就是很难买到，目前来说很难买到，因为至少大陆应该是没有大面积铺货的，至少现在原价左右高于1000的价格，再加上十几天的等待，我觉得是完全没有推荐的理由的，所以大家还可以再等等。第二个缺点，但也不太算缺点吧，就是我觉得这双鞋子它每一项都做得还不错，但是不会有特别特别突出的一项，没有哪一样是非常非常拔尖的，或者说在亚瑟士这些鞋款里面显得更加有性格的。如果这双鞋子不是颜值特别戳中你的点的话，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么一个购买的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非它不可的理由。 OK， 这就是这双鞋子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